一上台就开始找新北乡亲。侯友宜想和民众把钢筋，因为请假新北市长拼选举后，他也是新北市民。选上总统要接庇护食安，侯友宜一连几天中南部跑行程，七号晚上出席办在彰化的台湾无性宗亲会活动，由彰化县长王惠美在地立委谢依凤陪同。不过侯友宜前脚刚走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也来了，民众一见到赖清德抢着击掌自拍超热情，而这回赖清德自我介绍藏彩蛋。赖清德炒热气氛，也不忘谈起国家希望愿景工程。我会用和平当灯塔，民主当指南针，和平会是我未来的使命。赖清德致辞获得热烈掌声，无视宗亲活动挤进上百人到场参与。赖清德、侯友宜两人王不见王，一前一后到场，巧妙错开没同框，蓝绿拼战总统大选，各自努力。三选许淑伟、黄云凡、侯彩虹、彰化采访报道。